你一定听过点石成金的故事，但现实中却是真实的存在。就比如这满山遍野的碎石和鹅卵石，只要稍作筛洗就能成为价格不菲的砂石古料。筛洗机主要是分离泥石中的细沙和泥土，细沙直接可以作为自然砂来售卖，石头则可以用于生产机制砂或者机制石。能够筛分石头的设备有许多种，比如包括振动筛洗机、螺旋洗石机、搅拌交叉洗石机以及滚筒洗石机。但我们今天要筛洗的这种石头是5公分到15公分左右，石头稍微有点大，因此推荐这种滚筒式洗石机。而今天我们看到的这台八角圆筒洗石机属于目前新型的洗石设备，特别对于含银量较高、有结块的物料筛洗效果比较好。因为这种八角筒体在旋转的过程中，平筛面能够将物料抛起更高，提高物料与物料之间的撞击与滚动。此外，我们还在筒体内部加装了这种比较坚韧的钢锥，在筛洗的过程中，比如说有结块，可以轻易的把它击破。因此，这种八角圆筒洗石机不仅仅适用于高粘度石料的筛洗，也可用于建筑垃圾固废的筛洗。其二，我们还在筒体内部安置了高压水枪，一来是提高水洗石料的清洁度，其二呢还能清理这个筛网的作用。这就是边缘传动洗石机对比中心传动洗石机的一些优势。关注我，每天一个矿山机械小知识。